像伟大的玄奘法师一样。 CEO 的最爱戈壁挑战赛挂牌新三板，营收超过5亿元。共享之后呢，它几乎降低了50%的开店成本。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发展，大陆餐饮业共享当道，成本现省一半。周日上午9点半，锁定中天新闻，开放新中国。